据媒体报道，2月20日晚，娜扎现身机场，出发前往米兰时装周。照片中，娜扎身穿长款珍珠装饰牛仔风衣，搭配同色牛仔裤与纯白 T 恤，将优雅与帅气完美融合。搭配粉色袜靴，也是霸气全开，活力十足。扎着马尾辫的娜扎更显得几分自信，充满侵略性的目光，显得女王气场十足，尽显温柔与魅力。宽松的风衣并不能遮掩她的完美身材，苗条的身材和曲线让人无比羡慕，简直是太美了呀！